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要出门去吃永和豆浆了。既然到了大都市，到了首都是吧？肯定是要吃一点清迈吃不到的东西。清迈吃不到的。对呀、啊这个，永和豆浆哎，在清迈是肯定没有的。然后我昨天也看了，昨天我们不是去逛了那个宜家嘛？然后我就在想，这个宜家要是开到清迈去啊，清迈是撑不起来的是。肯定撑不起来的，他这么一个规模的投入投在清迈这个地方，那这个生意肯定是做不起来，是吧？他在这个大首都放一个可以，然后放到清迈去，我估计客人都没有。这么大个场面，零零散散的几个客人，所以到东南亚来基本上就是这样，除了首都全是农村。一路风尘仆仆的开了大概半个小时过来。路上真的堵，距离其实没多少，路上是真的堵得来要命。这是哪里啊？这个叫喜龙，就是四龙路。全是吃的。对，这家的那个广东的粥堂。汕头饭店、星餐馆，那这里都是中餐厅。那永和豆浆在哪里啊？前面拐弯。啊，从这里出去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曼谷就是堵。然后没地方停车，从这里啊？对，右转，对，右转。好好好，这就所有大都市的通病，对吧？拥堵和没地方停车，就是这种老旧的房子，加上这种现代的店铺，穿插在一起。哦，到了，永和豆浆。哇，里面人好多啊！啊，这么多人。哎，他这个永和豆浆是吃炒菜的。也有豆浆油条。有吗？有豆浆油条吗？啊，哎，这里正好。哇，生意好好。这么好的生意。永和豆浆啊。下午烈日炎炎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去一家电影道具工厂，是吧？博物馆，哎，那个地方是在室内的，也不需要在户外。这一家店可牛逼了。牛逼在哪里啊？牛逼在我4年前来泰国的时候就想去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去。就牛逼在这儿就好。那不是应该我牛逼吗？我来了就带你去了。我那么牛逼，我一来，那陈老师4年没去的一家店，想去的一家店，我们就去了，去看看那个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吃吃喝喝的东西，去看一眼啊。现在这个曼谷也是一样，一边是高楼大厦，一边就农田也会出现。说是现在外面体感温度有45度。没有啊，这里还好，35度啊。体感。体感气温40度、35度。反正我在车里，我也不出去。曼谷开车和清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，曼谷的车是不让人的，从来不让，是吧？会让你的。像清迈它礼让还是蛮多的，曼谷是不让的。我们来看看陈老师想了4年的这家店。它到底是干嘛的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。它是个餐厅呢，还是个博物馆呢，还是个卖家具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什么 ？Parker。哎，门还没关。好。是这里面啊？进去里面，你只要张大嘴巴，哇哇哇！哇，这是啥？帕帕亚，这帕帕亚不是木瓜的意思吗？哦，保险柜都有卖的。哇，这个可以哦，开开，哇，发财了！哦，里面都是，它是卖的吗？这些东西，鬼娃娃花子啊，这里是卖的吗？哇，哇，我的天，哇，这个东西放在家里不要吓死人呐、啊！它也哦有标价，
啥？这么一个玻璃杯要1000泰铢啊？这么一个小玻璃瓶，古董吗？哦，这个地方要小心点哦，不要乱碰。看这个，这个多少？12000，这个架子。那包括这两个盆。盆不知道包括。7万块。这个钢琴7万块。之后就音调不好了，就。哇，这个地方这样的，哎呦，画，哎，中国的哪里？哎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床吗？床呀，古代的床啊。啊？哦，床头这个地方还能放手机，是吧？这个算，这个是4个人4人桌。不是，这是个4个算盘，对面对互相比是吧？看谁算得快。哦，个十百千万，这么个东西3万。这是算盘放在餐厅的吗？这一桌那一桌要分开算吗？哎，对 AA 制的时候你们这个适合放在香港。为什么？大家拼桌啊，哦、拼桌。这桌这桌有4组客人啊。那不行，这一张桌子在香港起码坐8个人。哎呦！哦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！这里真的轻易不敢乱碰。哦，其实东西看上去是还真的蛮有品的、哦。可以啊，真的蛮有品的。喂，这样一个1500这么个小盒子，这个淘宝上面买，我估计几十块钱啊，我估计可能是吧。但他这种应该是真的古董吗？但是这张床是真的厉害。哦，这个是狮子。这张床是真的厉害。这个床多少钱不知道，可能不卖。这卖不好的，这张床它卖不好的，这张床它价格卖不好的。它卖不好的，这卖不好的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烤羊肉串的是吧？这。哦，这是那个炉，掏炉灰啊什么的，壁炉，壁炉利用的。这个你放在泰国好像也不太合适吧？谁家可以弄个壁炉烤火？哇，两条灰狗。这个是以前的酒杯吗？这是1000杯是吧？应该是吧。这是以前喝酒的。哎，这不是日本人吗？这一看就是日本艺伎的样子吗？这一套这个是餐具了，就是挂架筷子的那个。嗯，是吧？15件，2500块钱，15件。它这个灰狗蛮好看的，嗯，2500泰铢，小心点啊。这地方确实可以，哇，这两个柜子也好看，这两个柜子也漂亮。这个柜子多少钱？28000。这个椅子。哦，这不就是？这个台北多的是。台北多的是，这个不稀奇。这个柜子。看，什么都有。那真别说，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可以放在家里的。小装饰啊，对，确实是。走，我再往前看看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。这个咖啡机可以。嗯。这咖啡机是手动的。哎。那个。手压的是，手压的。地球仪。地球。那这里就是一家店了。这个其实适合什么啊？适合你们。哇，听着这个声音好像劳度够好，棒棒棒。舒服吗？舒服啊。哇，这些小的老的东西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不是那个1500？哦，是那个掸毛器，就是你床单上、啊、你看下面有那个毛，是滚轮的那个毛、啊、这种东西还真的蛮有趣的、哦、嗯，这些老烟斗，这种老烟盒也蛮漂亮的，哎，能打开的。哇，这个烟斗可以啊。烟斗不会去抽的，我家里上次朋友送给我蛮贵的一个，嗯，这个才1500铢，那个6000多人民币呢，我也不抽、嗯、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个东西。这是个烟盒是吧？这应该哦，这书啊，圣经啊，圣经，嗯，圣经。哇，天哪，6000。哇，可以哦，真的可以啊。哇，老外
老外来了，老外看到这个肯定又奇怪了，哎，这个不就是我的 grandma 曾经有的东西吗？肯定他就这样。这个小刀真的精致，12000哦，1200，1200，6把刀，这是还蛮有意思的，放在桌上大家吃啊，吃东西，嗯，这可以。哪里？看看这边这个，这个不就我们小时候的上面还有中文四季什么？你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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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季丰收应该是，收四季丰收啊，四季丰收。这个应该都是老东西。是老东西啊？老东西，老东西。其实买一点放到家里的还是确实还蛮有品的，有的东西有些东西还是蛮嗯，我们这里出去吃点东西吧、这个、等等啊，这个你手上，哎，手术灯嘛，无影灯嘛，是没有影子吗？无影灯，不是有影子吗？无影灯它闪的嘛，你看它这个影子闪的嘛、哦、闪的嗯，那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你们在那边土耳其喝那个奶茶的那个东西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我们那个有点敲的，那有点像下面那个那种的做工做法。那个不是新疆，你那个哎也有，对，土耳其也是这样放烟灰，对对，放那个的也是那么打出来的。你好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火锅，我们有。这里有大铜电锅吗？这么多，这么多电饭锅。有铜锅，没有大铜电锅、啊。有铜锅，哎，铜锅。哇，这好重啊！铜的，铜的。这个是干嘛？哇，这种都不知道干嘛用。这个是干嘛？煮牛奶的。哎，这种它都是哪里搞来的？这么一个1500也还好，300块钱，是吧？这个围炉煮茶。也是1500，这是烤鱼盘子吧？湿气吧？嗯，这是酒精的。哇，这么多钟啊！这要是都响起来是个什么盛况？都响起来。叮咚当啷。哇，那边有劳力士。啊？哎，真的喂，感觉像劳力士。像吗？还有表带子呢。你看这里还啊、打折。啊，那你看这个挂的这个。嗯。我就不知道他哪里搞来的，加斯伯啊。加斯伯。哇。不知道这是他、精工，这个我都认识。精工，别的我就不认识了。别的我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是电风扇，蛮好看的，家里摆一把是蛮好看的，这个110伏，那就不是泰国的，他不知道哪里弄来的，110伏，那说明他还会转，哎，对，接上电缆还能动，哦，这种真的是老东西，所以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来淘这些就好了，然后可能弄完以后，到时候又到这里来卖掉，有可能，对，相当于收个租金了。是吧，应该是有可能的。哎，绍兴酒。哦，人头马一开，好运自然来。绍兴酒。绍兴酒。国宴指定香港三生中西酒业。哦。绍兴酒。这里面要是酒的话，这个酒还能喝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啊。酒不是越时间放的越长，也会坏的。绍兴酒也会坏的。各种电话，他们真的拍电影的时候都能用这些道具啊、哦，难怪这里叫电影博物馆。这些电话机从什么年代的都有啊？对，还有这样的呢，接线的，接线的。哇，这个可以，留声机。会来吗？会不会来了？他这是吃摇的，摇的。
啊，全靠手摇听歌啊。那我躺在那里，然后你就在旁边给我摇，然后我来听啊。会响吗？他绑着肯定不会来了。他绑起来说明他会响，就是让大家不要随便听。啊、嗯，是这样。好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手风琴。哎，这手风琴，哎，确实是啊。手风琴。嗯，这里也是，这也是个留声机。手风琴就是这样拉着，然后、哎、这个已经不会来了。这个已经不会来了，对，这个就是这个是坏了。嗯，哎，丹丹在那里看什么东西？哇，电影机。你看，哇，这么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拿来拍电影呢？个十百千，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二万，那我们那个。我们那个地方不就是可以投影，就是可以放这个的吗？我们不是有堵白墙吗？对。哦，这个可以啊。哇，这个装饰很好看，但是贵啊，十二万啊，是吧？十二万、啊，一千二就好了。抹个零是吧？啊，抹一个零也不够啊，抹掉好几个零啊。哦，秤这里很危险的，我们要走。我称一称的话，把它称坏了就。不懂。哎，钟摆啊。哦，真的、哦，那么小口钟，那么大个摆。带不动的。哎，这个叫砝码。哇，这么一个要一千啊。砝码是啥？砝码就是天平上面放的一个固定的重量，比如说这一个是五克，就是五克十克，就是十克。啊，它有一整套的，对吧？它有一整套的，各种重量都有。对，天平。嗯。哎，电熨斗啊？电熨斗，铁熨斗。这个要在炭上烤热了再来烫，再来那个是吧？那现在的衣服往上一放，不就一个洞吗？哎，这个里面是放炭的。嗯，放炭的，这个可以给我们家阿姨买一个去。省电两千铢也还好了啊，嗯，这是什么？老电影的海报吗？哎，真的是老电影的海报哎。哎，春花。啊？哎，真的，我这里还看到这种老电影的海报。真海报。铜头铁臂，铜头铁臂，金圣恩主演，田。彭娇娇哪个公司出的不知道。哇，这里还能找到这种老海报。这个是什么？神环。这是泰国电影啊。那这是肯定，这个肯定是香港电影吧。那利昌香港电影有限公司、然后出口到这里来的是对吧？电影飞天神童是吧？飞天神童。哇，三蹦子。哇，这个可以、啊。全是玩具车，哎。那我小时候的是这样的，我踩过的类似。啊。我小时候踩过类似这样的，我幼儿园的时候有的。哇，这里这种模型车也很漂亮啊、哦，像它要卖多少钱？没价格吗？没有。没价格就不卖了。不卖的，它就放着好看是吧？请不要碰啊！请不要碰！哎呀，我碰都碰了，这完蛋了！请不要碰，他说。那边不要啊，那边不要碰，这边可以碰。真的铁蛋的。嗯。这种是玩具啊。重的。嗯。小时候还玩过什么？那种摇摇马也玩过，那种摇摇马。擦电。那种我也玩过。走了，吃东西去。走走走走走，往这边走吧。哇，这么大，还有二楼、三楼。哇，二楼、三楼，太大了这个。从这里出去。这些是什么呀？我都不认识。这些是干嘛的呀？点唱机吗？这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就这么快去。
啊，这个我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之前的那种 MTV 里面我看到过的，他一个硬币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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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进去，然后就啊呜开始跳啊，就开始跳舞。不是点唱机吗？哎，反正他那个 MTV 就那么拍的。他会跳是吧？哎，他会，我们那迈克尔杰克逊自己跳舞。哎，这里有个餐厅，我们就要不这里吃吃一点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哦，这里也是啊。哎，真的喂，那里也都是。哇，这两辆老爷车。这个车还是哎新的，今年的年检啊。对啊，那说明它能开，它能开啊。我先吃东西了，吃完了再来逛，这还逛得过来，逛不过来了。哟，2023、2024，这个是泰国的一个认证，一个认证，对，哇，好凉快，就这里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烟壳是吧？票根吗？不知道，茶包的袋子。烟盒吗？烟盒吧。烟盒。这个是扑克牌的盒吗？还是打火机的？火柴、火柴盒吧。哦，火柴盒，这个地方都是贴那个的。能贴能贴、哎、能。嗯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能吃啥。这是什么？这里是饮料啊，这里是。这是饮料啊。比昨天夜市便宜。啊。啊我们的那个点的450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才280。这个永远记得那个夜市的价格，450对吧？九片，九片，九片，可以，我们就这里点一点吃的。我刚刚站起来，忽然发现他这个凳子也卖了，这个凳子4000，哇、哦，什么都卖。这个地方我觉得什么，就适合你来淘一点小东西，对吧？对，你说你喜欢的有点怀旧风格的这种东西，你可以淘一点回去，家里做做装饰品。对，小点缀一下。对，做个小点缀一样一下，东西是真的是多。你说大件的家具啊什么在这里买呢，确实也不合算，是吧？你买回去你在家里你得搞的新房子像个旧房子一样。买是吧？这里买的那个什么？哦，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是吧？就那个，嗯，可以啊。这种旧东西，这种老物件，其实是什么呢？你有很多东西你和现代东西比不了，但是它有一个时间的沉淀在里面，而且它有一个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。哎，我这个东西我30年前的，那你说你现在再去找30年前东西，可能在30年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寻常的物件，但是大部分人把它当垃圾啊什么呀扔掉了，那剩下的物件就少了嘛，少了以后就放在这个地方就觉得特别好看，因为它有时间的沉淀在里面，它不可复制，对吧？你现在做出来的，你哪怕做一模一样，那叫复刻，不一样了就，它的这个感受没有了。咖啡，这个盘子，看一下啊，清乾隆啊，不是呵呵，这是什么？我也看不懂。我要是他们还有一个评奖，这个是个什么奖？哎 ，Grab 也会有评奖啊。就类似于米其林那么搞呗。Forever 好吃，他说米其林不也是？他说这家店，买门。这家店一定好吃。哦 ，Grab 说这家店一定好吃啊！哦，这样子，那是 Grab 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这杯也是拿铁，你们想得到吗？粉色拿铁，它还有蓝色拿铁。粉色拿铁。妞妞，你尝尝。好。然后我忽然看到他的这个啤酒，里面你说有咖啡吗？啤酒上面全是小蝌蚪，看到了吧？这么多的小蝌蚪，啊，这个食物就在那边，他那个柜台上面摆着一排。哇，这个泰国算是比较出名的啤酒是吧？精酿啤酒算是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有点咖啡味，很甜，喝起来一种速溶咖啡味，喝还挺好喝的，稍微甜了一点。它叫拿铁是吧？拿铁。然后它放的奶不一样。尝尝。是不是感觉像速溶咖啡味？对，好像是有点速溶咖啡，然后是用那种很奇怪的奶做的，就是有味道的那种果味的那种奶做的。反正我觉得
挺复古的这个味道，这味道真的挺复古的，挺复古的，嗯，感觉里面反正有我小时候喝的东西的麦乳精啊还是啥东西，有可能，反正现在不怎么喝这种味道，对，所以我说它味道蛮复古的，就有点小时候喝的这种饮料的味道，色素的味道吧，我感觉像麦乳精还是反正这一类比较浓的那种奇怪的奶味，有可能，反正就是那个味道，就小时候的味道，你们要再试的话可以来试一下这杯，反正就能小时候的味道，然后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复古的环境当中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的两份炒饭来了，这份是我的吧？嗯，牛肉，你那份是牛肉炒饭，嗯，我这个叫牛肉的什么 omelette， 鸡蛋饭，鸡蛋饭，饭在哪里？炒饭，炒饭吗？牛肉炒饭，黄，这么大一份，感觉有点多的，量有点大的啊，这里的这个量确实是大的，你的这个炒饭我吃一下。哦，你这份可以哦。嗯。打个勺子。那个对。对啊，我这个樱桃小口都放不进去。你吃不完有我呀。这个叫什么？欧姆。欧姆蛋饭，欧姆蛋饭就欧姆那个了，就是。嗯。哇，味道很好，你尝尝看，味道真的很好。你看这种人就是瘦的人，不受诱惑。这要是对我来说，哦，很好吃啊，我肯定拿筷子直接拿过去了。真的不错，味道。可以的。这个它是怎么做的不知道。好像也很流行那个蛋包饭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蛋包饭，一看就不那么好吃的样子，不就是煎个蛋把它放在盖在饭上，然后它那个蛋搁一倒，然后那个蛋会塌下来的，日本人，对，我看到过，他喜欢吃他啥，冰了，他来看一共1294，还要加7%的税的啊，1294。好嘞，吃完饭了，接着慢慢的逛曼谷吧。